wicked. Hit the drum, I get wicked. Hit the drum, I get wicked. Hit the drum, I get. Hit the drum, I get. Hit the drum, I get wicked. Hit the drum, I get wicked. Hit the drum, I get. Hit the drum, I get.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八月二十四号开始，连环炮将以崭新的面貌与您见面。每个礼拜一为您呈现的是卡拉炮，礼拜二是铸造炮，礼拜三是模仿炮，礼拜四是妈妈炮，礼拜五是酷广告炮。无论是新人类还是新鲜人类，或是老人类，都会喜欢我们最新的连环炮炮。娱乐频道即将为您播出连环炮。要请到一位是大姐型的人，那就他来我就结下掰了。是啊，平常都笑我个子矮，怎么也挡鬼，现在终于有个伴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这边有个伴，菜头也有伴。这个人身高只有132公分。你哪敢讲啊？你啦，模样啊，你啦，132.5，啊，你六花一的模样，在矮个子里面他算高的。是，那歌坛是越矮越会唱歌，他的歌啊，我很平常的一首歌，由他的嘴巴唱出来之后，就完全的不寻常。是什么嘴巴？真的搞不懂。什么嘴巴？快50岁了，挂出个嘴巴哟！你哪敢讲啊？50岁，模样啦。就我从小就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你在通你这个，在通不走过啦。没有那啦，我们先欢迎他进来再说啊。请欢迎陈盈杰。你好，阿伟几排好，今天我都跟你公拍为公。阿姨你好，那我别来对我那公麦我丢。你爱不要叫我阿姨啦，你叫我公什么意思？阿姨要尊称。哎呦，叫阿姨阿哥啦，哎，我到伊主教的都要出道时阵就叫我阿哥。为什么？是个辈分来。但是那时候你看到这个脸，你会觉得哎呦，伊叫到高地，你袂感觉就。但是迄阵啊来讲，感觉是无遮老，皮肤较白，较无像即马，因为即马在拍棒球啦，较白，看起来较幼一岁啦。但是我以前看到陈姐跟现在完全没有改变，一点都没有长高，一没有长高是不可能。岁月在她的脸上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没有结婚嘛，是啊是啊，青春永远在脸上，而且最近有喜事，有吗？买房子了，开玩笑月了，两万块一起的，买房子，是在仁爱路4段，哎呦，真的，1500万哦，贷款1450万。你是哪的？哎，这个赔了几万嘞？我多一些钱啊，一些钱爱不安尼给他创地，不发多少钱啦。今天难得这个阿哥啦，好久没有上门见。你阿哥啊，阿姨来到这里，因为他来了，我觉得我们少讲一点话，对，让他多唱一些歌。他的歌渐渐没好做实力派，绝对有万一。不能多唱了，一个人顶多一首了。对啦，对，只能一首多唱，不要紧，我一首就好了。我们今天来特殊一点，因为看到陈姐小姐就想到古时，哎，不是想古时哦，想到。古人啊，古代啊，动作一重拉哎呀，你是去找你捡的人？想到以前那种很温柔的节奏方式，看在一种，因为她是个那么温柔的大姐，我们干脆来跳那个瓦鲁子，瓦鲁子，恰恰那种，哎，蹦恰恰的，蹦恰恰，陈盈杰，白冰冰，那一点个跳了，菜挠头，菜插头，
拿去做派台用，抓到菜插头。安尼，我先来跳一首歌，有首歌蛮喜欢的，可是蛮高难度。哦，我希望邀请阿哥帮我合音。卖过合音呐，这阿哥。道歉。这是闽南语歌曲，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是我的生命，好好听的一首瓦尔兹歌曲，太好听了，来，我不甘。愿献乎你宝贵的生命，因为我太爱你，爱你难惜命。可爱笑容，你的温柔模样，在我心内，在我脑海，不时徘徊流连啊！大声叫出你的名，你就是我的。王帝啊，这家唱的真的好，好好听哦。嗯，来，王帝，王帝，你两个唱，你要不要叫伊唱啊？那要惊，我怕唔惊啦。哦，大家都知道我歌唱的也不是说相当的好，我来唱一首也是高难度的《安平追想》。高难度，来。是青花红，当牛做。风吹金花似锦囊，想郎船何往？人生全无通，伊是行船啊出风浪。放阮真难忘，心情无地方，是毋是行到海边风？海风无情，笑阮戆。在做了那心茫茫，你们这种歌哈，拢卖掉人家金鳞面相，不要露相。他唱歌已经唱到里里浪浪，你要干嘛去给他打个喷嚏？你在吵什么嘛？我头发是金甲，金甲怕打气，你是头调刚的，你也干磨金甲。陈英姐来，那打喷嚏也不要拿着麦克风啊。别给你啊。那下一个人哪敢唱啊？好啦，我要见。阿姨来，我就明明都香槟啊，香槟啊，来，陈英杰，真的，秀奖来，这一档的唱将来了，来，陈英杰来了，陈英杰来了，为您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情人的眼泪》，国语歌曲，国语歌曲，你们在，他以前就是唱国语的，啊，对，春风是不是？很早了，他的春风他温莎，不是啦，春风带着，啊，丢了，最早期他的唱片就是国语的，后来被归类为闽南歌曲，归类，什么叫归类啊？归为什么归类呢？怎么丢了我的本国？用本来就够了。第一次看到矮个子再来个子相骂。我两个你今麦在小妹啦，为着想看到我已经小狗啊呢，今麦换衣等咧才管咧。来，情人的眼泪。最后唱的国语歌曲。为什么？莫要对你掉眼泪，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，我眼泪
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好春才来，春花正开，你真舍得说再会，我在深闺望穿秋水，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。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，我眼泪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哎呦！啊！谢谢。哇哦哇哦哇哦！阿姨，不是我的。你阿姨这个声不对，这样。哎呦！啊，你有这想的？我都卡当机呀！是啊，唱完这首歌啊。因为现在这首歌如果是愉快节奏，是因为唱法，因为这个唱法是属于完全是非理的，是自由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导播若一有这个唱将型的歌星来，这个唱将的脸马上变成阴阳脸。什么叫阴阳脸？灯光一打，一边暗的，一边亮的，多么美丽，多么漂亮。像扩天一扩天。我就哎耶，就十二道光芒。是啊。听完这首歌啊，我比较会叫你阿婆。阿哥的阿妈。有做吗？更尊敬啊，更尊敬哦。直接叫妈妈好。哦，马西后。我来，今晚请阿婆来看戏。好，一起去收看这么精彩的跨音能的阿婆啊，音能的做捧腹正义大彩头。这个叫干煸四季豆，我煸一个四季豆。哎呀妈呀！太好了，你是猪啊！出状元，这回大菜头遭遇了挫折，决定改行学做生意。但是，大菜头究竟能不能如愿呢？我们赶紧来看看这出大菜头的壮志在我胸。来，四季财呀，五龟耍，六龟耍呀。好，喝酒，来，我们喝酒。来吃菜，不要客气，自己来。哎呀，真是的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搞的？哎呦，金龟子嘛！老板，哎，你这什么东西？出来！开玩笑，这个金龟啊！这菜都叫金龟子，我当然知道金龟。你葱花不够吗？炒金龟给我们吃。啊，这不可能！你这个人讲的爱说笑，还不可能？可能炒金龟呢？我们葱花做的是我们店里在城里是最有名的、最高级的、最经济实惠的，熊高兴了，而且卫生最好的，还得过这个卫生局颁的食品卫生优良奖。不可能有这种东西的。哎呀，不可能！开玩笑，你们不要那么生气嘛。我叫大厨师过来问问啊。哎，大厨师，叫厨师过来啊。搞什么？菜里面有金龟，误会啊！要加菜吗？加菜，加你个头啊！你个大菜头，你这个炒菜怎么给我炒金龟呢？你以为你赶快去跟人家赔不是了？这是什么？金龟子太干了，他又吃了。你专心点，会不会自己飞进来的？哎呦！先不跟你颜色，你是不要生气，给我个面子嘛！你什么东西啊？阿伯，给你面子，我是老板呐！西磊，你呀，这不小心，你这样子做法，你不怕我们的店里传出去，那我们生意都不用做了？就是，因为你手艺好，你想胡作非为，小心我炒你鱿鱼！啊，炒我鱿鱼啊？嗯，哦，你怎么可以对我讲这样呢？侮辱人格！
我自己在吵，什么东西？哎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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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板今天给我们加的，老板今天给我们加的。我请五个菜，一个熊掌，一打的啤酒。哦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待会儿再给你叫几个粉味。坐坐坐坐坐。哎，老板老板，我菜点那么久，怎么还没有来？你怎么搞的嘛？来，酒酒酒，来，我进。我当菜鸟厨师，走啦。这，你去炒啊。我不会啊。哎呦，忘了你是打工的。哎呦，还女扮男装，好不好看？哎，你叫的是什么菜啊？叫那么多，怎么记得？什么什么什么红烧狮子头啊，蚂蚁上树什么？啊，反正你也不记得了。啊，那我差的是啊啦。我现在才真的叫蚂蚁上树，青菜哪能呀？啊，走走。哎呀，大菜头怎么啦？你叹什么气嘞？我受气。受气？叹气。谁？我跟你讲，我活了三十几岁，从来没有受这种气这样子。你吃过我的菜干净不干净？干净啊！干净！你看看我在店里炒的菜，那个客人说那个金瓜子我当场把它炒进来，自己飞进来。我那个老板更可恶，说要炒我鱿鱼，我这种个性让他炒鱿鱼，我气回来了。岂有此理！我就说嘛，在人家那边上班就要受老板的气，对不对？你看像我生意做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做，就有人会来求我。你看多轻松啊！来看，说来人就来了吧。同学，哎，你好你好，这是上个月跟您借的100两，好好好，不然是拖了这么久，哎，这是本金加上利息，一共500两，还给你了。好好好好，谢谢你了，来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哎呀，我真的好佩服你啊，彭先生，你看人家拿钱给你，还这么毕恭毕敬的。说嘛，我们是不是朋友？当然是好朋友啦。愿意不愿意再看我让人家受人家的气？当然不愿意啦。你教我做生意啊？好嘛，我们这么好，我当然要教你做生意了。真的、啊，谢谢。那我先考考你，看你有没有慧根。好，听清楚了。好，来，3999乘以22298乘以33399除以22290乘以零等于多少？零吗？看到没有，你多有慧根啊！你是智慧，真的有智慧的人嘛？有智慧人一起做事就对了嘛？谢谢。那我可以做生意啦，当然可以做生意啦。那你要好好教我。当然好好教，我现在就在教你啦。真的？好，你们坐一下啊。这个我们今天训练的费用哈，还是要交的嘛，对不对哈？哎，这个脑力激荡费120两，这口才训练费240两，这学杂费一共是300两。不要再算钱的啦！跟你讲，你教我就对了嘛。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教？我一定会缴学费的嘛。我们现在就已经在教了，已经在教了。对啊，哦，现在脑力在激荡了，已经在激荡了。教我，我一定要努力认真的做一个成功的生意人，不再受人家的气。干煸四季豆，这个叫干煸四季豆，我编一个四季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更受不了了，我花这苦心训练你，我训练一条土狗都变精犬啦，你是猪啊猪啊猪啊！我受不了了。买菜瓜，大菜头厨师，哎，大菜头厨师，大菜头厨师，大菜头厨师，大菜，大菜头厨师，拜托了，大菜头厨师，不要这样子了，请坐了，请坐了。大菜头厨师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那就算我的错，我还给你赔罪好了。我门口还带了2箱的奶鸡啦，一箱的那个凤梨啦，还有你喜欢吃的那个椰子汁，我都卖啊那个，知道。
道哦，我对你当时的态度是比较刻薄了一点，不过真的是那时候发生的那件事情了嘛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你们不干了之后，我们店里的生意可是一落千丈，一蹶不振，再这么下去我就要破产了，我要拜头去拜，我什么低姿态都摆了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大菜头，我给你加薪，我给你高薪，我给你寿田证，给你劳保，我给你日薪、双薪、日龄、保密，哇，啊，大行拢买啊，免出场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孔先生啊，你不要一直在做你的这生意梦了，拜托啦，你也知道我这个店里不能没有菜头啊，你帮我说服他嘛。好好好，要我帮忙可以啊。不过我下次去你店里的时候要打八折哦。我就是不爱打折，还有八折，可以，包在我身上啊！那么有信心哦。大菜头，嗯，你是不是不跟他回去啊？哼，大丈夫当然说不回去就不回去。哎呀，我看你好像意志非常的坚定。对，好了，跟我一起来学做生意。做生意啊！来，先开始练习了啊！39,998乘以两万。别再讲数字了，老板，我给你买单了。我一辈子没吃过这么好的菜，赶快请你们大厨出来，我要请教他一些主菜的秘方。对，要问主菜的秘方，问我就知道。请大厨，主随客便。有请世界超级派大厨师菜头大厨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只要你有一技之长，千万要发挥你的长处，千万要记住360行，行行出状元啊！嘿呦嘿，管他山高水也深，嘿呦嘿，也不能阻挡我本先生，嘿呦嘿。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。